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里是史诗战争模拟器，这一次我们的佐菲奥特曼，佐菲奥特曼啊，他带领了800个变身状态的惊奇队长啊，这一边是我们的维克特利骑士状态，他带领的是1000个远程攻击的鹰眼，那么最后的战斗谁会赢呢？我们可以拭目以待。走，好的，战斗已经打响啊！我们鹰眼的远程攻击全部都集中在了佐菲的身上，不知道佐菲顶不顶得住？哎呀，我刚说他顶不顶得住，他就已经凉凉了。不要紧，我们的惊奇队长很强势的啊！惊奇队长还有800名，一个都没有损失，就是这么溜！哇，鹰眼满天起飞，我的天，这起飞速度有一点猛啊！这鹰眼有一点慌啊，有一点慌，两边不停的闪射，还鹰眼全部凉凉，还有一个骑士版的维克特利，他能干掉一个惊奇队长吗？看来是不行了啊！哇，这个惊奇队长太厉害了啊！我没想到，应该对手派上灭霸才对的啊！这太猛了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！哇，这个我们的维克特利骑士版已经被惊奇队长逼上了山峰啊！再次惊奇队长损失一名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感觉他已经非常努力了。干掉了两个，非常 nice 啦，还是不错的啊，居然干掉了两个惊奇队长。哇，这里马上就要出地图的边界了呀，我看一下啊，惊奇队长真的是穷追不舍，太壮观了啊！惊奇队长现在损失四名，但是我估计这个维克特利也差不多了啊！哇，真的要出地图边界了！哦，他终于躺下了啊！惊奇队长损失七名，我们的维克特利骑士模式，他干掉了七名惊奇队长，我感觉他已经是相当厉害了啊！好的，那么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支持瓜牛哥的点关注，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